几时唔见啊？好，我约出嚟。好，拜拜。喂，阿，想问你点解有两条嘅？你边几条啦？我帮你啦。喂。我以为真爱就好似鬼一样，人人都话佢存在。 Sorry， 我认错人。喂，你又话你成班亲戚一齐揾紧嘅，我哋揾咗几条街，又唔见你家姐，又唔见你亲戚嘅。我点知啫？你问我问边个啊？点啊？哦，好，拜拜。系咪揾到啊？喺边啊？石梨贝。石梨贝？你又话石塘嘴嘅？ 系你听错咗，你记错啊？系啊，我脑唔知搞咩。喂，咁惊你家姐搞边科啊？佢会无啦啦失踪嘅？佢系离家出走啊？定俾人家暴？定佢真人钱啊？唔系唔系唔系，行搵都咪得咯，翻公司先啦。啊，咪住，先见你咁紧张，我费事问咋。我送俾你条链，你送咗俾阿 Mia， 点解有两条嘅？一条系我送俾阿 Mia 嘅 ，OK。 你唔好咁小气啦，你都送咗俾我，即系我中意点就点咯。我唔系讲条链啊，系嗰份心意啊。我知我真系好正，你唔使记住我噶。其实我都仲好唔明啊，点解你嗰阵时唔肯接受我咧？嫌你老咯。我知呢个唔系理由。你放手啦，好唔好啊？唔好喺度咩念念不忘咁样啦。你系咪咩苦衷啊？你唔怕同我讲喎？苏泽基啊，你系咪想打友谊赛啊 ？Let's go， 嗱，姐姐带你去九龙塘，我哋食芒果刨冰。我唔系想呢啲啊。 系你都唔敢啦 ，Mandy 嬲死你！我认真问你，我唔该你认真答我得唔得咧？点知你真系好长嘅，就唔中同你讲，你自己一个人走啊！好，我自己走咯。喂，你嚟真噶？点啊点啊，搞到我哋咁急，有咩要办啊？我以为真爱就好似鬼一样，人人都话佢存在，但系根本就冇人见过。 30几岁人，哎呀，俾我终于行过尾运，遇到一个人，佢话我哋喺埋一齐啦。我费泣咗一大轮，佢话消化唔到。我知佢信咗我，苏泽基你个傻佬。呢个时候，我竟然谂起林忆莲嘅一只狗歌：你好气，奥斯卡金像应颁予给你。 嗰晚我拖住咗个靓仔落酒吧，佢又信我从头翻呢个 market。我觉得我唔做戏真系嘥晒，啲戏好到登峰造极。啊，我终于都唔记得熄火啦。婆婆系咁，妈咪系咁，家姐都系咁。家姐啱啱病发嗰阵咧都系咁噶，到而家佢已经唔认得我。佢40岁咋？呢个病。 真系冇一下面，终于都轮到我。我需要酒精啊！我需要沉淀。我仲以为咧佢唔识冷气咧，系大头虾，系唔够瞓。上次佢送我翻屋企，明明一车有几万字噶啦，又会入错路口，转错弯嘅。原来佢叫我社工关你神团，原来系回忆录，因为。 将会咩都唔记得晒，佢仲咁后生，点可能会老人痴呆噶？我啱啱上网睇过啦，佢呢种咧叫做早发性认知障碍症，最年轻嘅病患者系得38岁，大约半数嘅病例咧都系家族遗传，呢个遗传因素好强，一代传一代之后，下一代咧好可能会更加早病化。佢同苏泽基明明好地地噶，咁都无啦啦分手，而家明晒啦。 Sorry 啊，Sorry 啊，我都唔知点帮到佢。哇，今日死咗咁多人啊，嗰间我系嘛？咁啊，饮性嘅，唉，为我哋齐齐整整啊！唉，我真系衰啊！
我同你住埋一齐，我都唔知发生咩事，我而家仲话要搬埋出去添。我仲衰啦，日日净系谂住点样可以同唐人生个仔出嚟。阿姨话唔得闲啊，佢唔嚟啦。冇儿戏，有系啦。嗱，趁大家都喺度嘅时候咧，我想同大家讲，我系好 OK 嘅，我睇过几个医生啦，做过几次嘅脑扫描啦。 咁得出同一個答案嘅係腦萎縮，咁我係接受咗嘅。OK 嘅 ，OK 嘅。嗱，如果第時咧我係唔記得嘢嘅話咧，就要靠你偉大嘅作家嗰本偉大嘅著作去令我記得翻我係邊個啦。靠曬你噶啦！我一定會俾心機寫，你同 Baby 嗰段咧一定好睇過《林偶與朱麗葉》。Mandy 啊，你都知蘇日基份人㗎啦。 奇啊！你肥肥咁样啊，是但咁样。我觉得佢真系好需要一个人咧去睇住佢嘅。嗱，趁而家人齐啦，可唔可以还我一个心愿先？讲到咁严重，凑住呢个衰公啦，两个人开开心心、幸幸福福咁样行埋落去。你呢个承诺都好大喎。我知你好爱佢噶。 系唔爱，但系佢无啦啦就话要去台湾度开民宿，我真系有啲保留。我对民宿一啲兴趣都冇，我仲有好多嘢未做。睇住你而家咧，即系睇到10年前嘅我自己啊！咁我系应该开心啊，定系唔开心啊？即系咁讲啦，我就唔想你10年之后睇翻而家嘅自己，仲喺度问：哎呀，点解嗰阵时要做一只冇脚嘅雀仔咧？ 明日帶我個 press call， 我準備咗個 draft 噶啦，咁大家聽聽好冇？ <Okay. S 1> 明日帶我你我他的夢想家園。早喺上一個世紀90年代嘅時候咧，我哋個發展商就已經講到邊度啦？嘿，唔緊要啊 ，Really， 你可以睇住份孤独都可以嘅，OK？ 系啦系啦，再唔系嘅，等我搞啦，我呢排得闲嘅。系啦系啦，你都储埋好多假未放假。系啦系啦，系啦系啦，玩你哋啫，系啦系啦。好，认真冇啊！我喺律师楼度立咗张平安纸，诶唔使太大 expectation 噶，我钱唔多，但系冇料嘢好多。我有一部白金唱头嘅碟机，仲有大扎黑胶碟，唐人。 俾你，我放心啊，哥哥啲碟齐晒，仲有张张都有7000-8000名。Oh, I love you so much. 咩事？咁多年以嚟咧，我储储埋埋咧，都有1000-2000张饼卡噶。系啊，我信得吸纳好多啦，啲客又送俾我好多啦，总之好多啦，我用唔到噶啦，应承我，一定要取旺黎美，然之后帮我派晒佢 ，OK？ Thank you. 我咧，苏泽基，你啲皮肤磨上手真系比我想象中更加差。放心啊，我准备咗海伦嘅 facial coupon 俾你啊！你啲皮肤哇又冧到有臭皮咁样咧，啱晒你用。一个礼拜用一次，你10年都用唔晒，咪对你好好。傻皮，关玉话我想做 facial， 你送俾我啲嘢咁冇诚意嘅你。喂，讲个咩啊？不指责啊，咁嘅态度你冇得分啊！我顶，我又顶，你想，你想。Brothers。 识咗你哋几只嘢咁多年，在心中